男子乱飙骂，一秒激怒远景，当场被压制在地上，被带到路旁，想要让他冷静一下。 当场被压制在地上，被带到路旁，想要让他冷静一下，但没有。男子脏话不离口。这名男子当时喝了酒，坐着朋友的车，行经彰化花坛乡东外环道时，车却抛锚了。警方来盘查，不是他开的车，人却先走了出来。 彪骂警方，同仁有什么那个要对他开罚还是怎样哦，因此呢就大声咆哮，并且怒骂我远景。远景一测，男子酒测值高达 0.89， 喝得醉茫茫，但怒骂远景他可是没有在怕，甚至欲出威胁。现在付出代价了，可是这名男子彪骂脏话，一口气吃下侮辱公署和妨害公务，涉嫌两罪，帮朋友出头，现在反倒先吃上官司。记者陈广瑞，彰化报道。